这个民众有点，你要放烟火是不是？六，倒数了，要跨年了。三二一，播一下。确定吗？对。你要学有点快。好。不播了。我看到那个颜色了，两秒播，谢谢。啊啊！好紧张，你刚刚说什么？陈哥，你那边如何啊？好了好了，我要准备告了。好了 ，Q 我。来 Q，OK。好，看第三现场啊。我这个怎么站？哇，好难站，对，这样这样。请问加油，东仔加油。弓箭步雷哦，要炸吗？那不就倒点，有点多呢。油锅有点满，对啊。你们我也帮你开高一点喽。谢谢陈哥，谢谢。陈哥，叫你。你看你后面，他可以看到人。对啊，吴秉辰的陈啊。吴秉辰啦。可以，油温很，但油好多，要注意安全哦。好。对啊。董仔加油，董仔先下三分之一哦。拉高。对。哇。好，停。哇。漂亮。温度不够。董仔，你现在舍得笑了是吧？刚刚都不笑，现在播吗？开最大了，因为我们刚转小了这样子啊。谢谢，还没哈，加油！时间到要关火哦，还要站一下，还不到，不行。有没有？时间到关火。哦，这样子就会有比较有眼神，对，比较有哦。哎，高点。哇！超棒！哇，谁上了？十，这个民众有点，你要放烟火是不是？六，倒数了，要跨年了。三二一，播一下。确定吗？对。你要学有点快。好。不播了。我看到那个颜色了，两秒播，谢谢。啊，好紧张，你刚刚说什么？真的播吗？Call down，他真的是一个自情自信的人啊。东仔，好 ，OK 了。不急，你的会比较漂亮，因为找得像。你还有时间。对，东仔不要担心。给他一些时间。那个邱师傅叫你要翻面啊，齐慧。哇，好贴心啊。要来学东仔的动作。来。要拿起来放到对面的砂锅里哦。啊，时间到再拿起来就好了。时间的关系。时间剩下30秒。好，把握时间。可以，没事的。顶到底，顶到底。哦，董仔找下是对的哦。蛋酥越酥是越香啊。找下是对的。哇，小心。给点力哦。不要翻，不要翻那么大，对，让上色。对，把白的翻过去就对了。时间到就关火。给点力。我知道你很棒的。董仔要关火前要捞起来哦。要不然会泡到油。你很棒，但是我跟你说，你全部人都是提示，完全就在旁边。不要再念他了，加油！董仔捞起来，董仔。3秒，2秒，1秒，捞起来，时间到，关火，关火，用这个捞，用另外一个捞，用这个，好，那怎么办？好，这个放那边，啊，捞过去那边沥油。好，哇，这个怎么搞乱？哎呦，小心！对，没事，你很棒呀，董仔帅哦。董仔真的做得不错，你很棒，哇！董仔要开始，那倒进去就好了，倒进去，哦，直接倒，哦，对，哦，是这样，力哦，所以你要让导播特写的，哦，碎的，这个阶段完全是师傅帮我了嘛，是，师傅很棒，那个小草下面，好，油沥干，立下，这感觉好好玩，要放到砂锅上哦，哎，时间到了，赶快放砂锅上。好，他有没有完成了？究竟蛋酥会丝瓜，宝宝师傅可以拿到几票呢？我们上桌品尝。